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访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是来自陕西西安的非常著名的知名阿訇李金亮老师李阿訇你好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عليكم السلا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这个有什么奥秘吗生长的过程当中他收缩成长的过程当中静一这个先静动静动跳动然后再当再跳三下然后静一下 What a bit 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拉在描述这个成长的时候的这个音符都是奇迹所以阿也古兰经什么都是迹象都是奇迹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只有我妈伊阿莱姆哈印来了阿里木呢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知道人类的知识越发达人对经典的理解会越深刻认识也就越清晰对所以这是什么阿依努的耶格音最后是哈尔古的耶格音当遗伤了对当有一天遗伤了我们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拉饶恕我们我们进到乐园拼体验乐园的那些生活的时候犹如主的使者所给我们传达这一切信息奶河酒河还有蜜河还有水河是不是这一切到时候你尽情地享用的那一刻那个时候你有多么幸福哈古里也给你呀真正地体验到了这个快乐这是内心当中的幸福所以三代先贤当中有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Ra'aytu jannata wa nara bi'ayni 他亲眼看我亲眼看到了乐园和活跃这个旁边的人说可能吗你这是说胡话呢吧对对对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是不是你怎么亲眼看到乐园和活跃呢是的嗯这个人说呢我以安拉的使者阿林斯拉特斯拉姆的双眼看到了乐园和活跃主的使者阿林斯拉特斯拉姆亲眼看到的比我亲眼看到的更准确阿拉胡阿克巴这种境界境界我看到的有可能出现偏差我相信不是真实的我归信了他我诚信使者是绝对真实的诚实的人那么他给我们传达的他亲眼看到了天堂火域就在那个升高鸟大着灯宵的那个夜晚他看到这一切他比我们自己那看到的更要真实对因为使者之见就是我的诚信我相信我相信你安拉的使者的双眼比相信我的双眼还要更要相信我亲眼见的我都不像没有相信是那样的坚信自己见到的一些事物或许我还会怀疑我的角度或者我的想法带有其他的偏见看到的啊，安拉的使者那算了这种诚信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拉说什么呢马扎格勒拜萨鲁瓦马泰哈安拉已经净化了使者的眼睛啊他的眼睛没有斜视也没有超越限度所以我们确信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所传递的这些信息哈古里也给哈古里也给哈古里也给这是坚信的三个品级这是安拉在古兰经当中泰卡阿苏隆竞赛复述章当中提到艾尔麦里也给阿伊努里也给哈古里也给知道哎这是一个提到的也给你有分这三种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亲眼目睹呀这个时候是多么幸福呀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看到的安拉在古兰经当中提到的安拉的有名的那比了一比那些人他们坚信优选坚信优选没有怀疑保持着也给你是信实的信实一个标志标志如果你的心里面有半信半疑啊对没有这样的坚信那是信仰没有价值对对对坚信无论别人信与不信我坚信啊来这呢用民众呢并了个一笔下面什么我有给母呢死了我命妈的在跟那户民非故呢他们坚守拜功是不是然后什么他们分舍我赐给他们的食物分舍他们的安拉苏巴哈赐给他们的东西他们都分舍出去下面什么我乐地的又名诺呢比吗温泽拉伊雷伊雷伊卡我马温泽拉明嘎布里卡归信
将士给你以及在你之前所启示所对，讲述的这些经典，我们归信安拉将士给使者的经典古兰呢，也归信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呢在使者之前所讲述的经典古尔玛昆都比达米纳如素的，我不是第一个使者呀，以前在我之前有使者呀，归信经典和归信使者它是相同的，对，也就是说每个使者都带有不能加以区别，归信了我们的穆圣也要归信之前的，比如穆萨阿伊萨达乌达伊布拉希玛等等等等，如果否认了这其中的一个等于是否定了全部，伊玛尼也是不成立的，而经典也是归信古兰经也归信之前所讲的，我们归信经典归信使者以后我们有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讲学到这一点，有这个伊吉麦里有泰夫碎里，我们总体我们归信安拉降世的所有的经典，安拉派遣的所有圣人，这是伊吉麦里总体全部归信，我们不可能了解那么有很多的经典了解那么清楚，不要去否认是不是、啊、同样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勒泰夫碎里详细说明的使者详细说明的经典，我们更要明确的去表露出来，这是我们都是说我归信安拉所降世的全部经典派遣的全部使者，我们全部皆归信。我来的的又米诺呢比马文字来以来一看我马文字来米格布里克，那些人他们归信降世给你的，归信在你之前降世的经典，下面什么我比了阿黑的提轰又给诺呢又给诺呢又给诺呢什么意思真心也给你是不是啊，他们坚信后世，这也是信是必须具备的，必须具备的也给你对于后世的坚信没有丝毫的怀疑，没有丝毫怀疑，归信这种体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为后世去做准备，要想到后世需要的是善功，多多的行善，要想到后世远离的是火狱，那么我们就应该远离今世的种种罪恶，具有这样的归信优选，并且力战百功，并且乐善好施，并且归信经典，确信后世，坚信后世，那么阿拉苏巴哈纳塔勒说乌拉伊卡阿拉胡达米拉比姆我乌拉伊卡胡姆穆弗里胡姆，这些人他们是在他们养主的什么正道上，正道，这才是走上正道的人，具备了这些条件，具备了这些属性特征，最终才能够实现，这些人才是成功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应当经常的来反思自己，问一问自己，我是否坚信了优选，我是否去为安拉而力战了拜功，完成了安拉的命令，我是否去分舍真主所赐予我的这些恩惠，我是否去归信了经典，那么归信经典肯定是不能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去学习经典的知识，并且坚信确信后世真实的天堂和火狱的这个归宿，然后我们谨小慎微，远离罪恶，多多的趋于善功，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士，否则我们以我们自居的我是穆斯林我是信士，在安拉看来可能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确信的那样了。好，祈求伟大安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正信，并且将这种坚信也给你注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士。嗯，那今天咱们谈论的这个话题，伊玛尼与耶给尼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总结性的一句话，就是伊玛尼和耶给尼，伊玛尼的整体，耶给尼就是伊玛尼的整体，对，完完整整，完完整整的伊玛尼就是耶给尼，没有对，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的，没有任何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动荡，也没有任何的半信半疑，犹如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勒在古兰经当中描述伪信士，有纳杜纳昆艾莱姆纳昆马昆，看到信士得救了，他们呼唤怎么我们过去和你们在一起啊？对，对不对？然后信士们回答我拉肯纳昆法坦通安福塞昆我的泰布通，你们却已经折磨了你们自己，你们半信半疑，我的泰布通你们怀疑了，我打算贝斯通等待，看。
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区别要避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在耶给你当中对于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的坚信，因为一旦我们坚信了安拉的援助，坚信了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他的经典当中所叙述到的，让我们的行动当中所体现，那么必然我们会得到坚信安拉给我们的相助。我们举一个例子，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安拉在古兰经当中叙述到，当穆萨圣人带着他的归信的人被法老追赶的时候，当穆萨他的归信的人来到红海的面前，前有红海挡路，后面有法老的追兵，法老并且加以严厉的刑罚的恐吓，如果要抓住砍断双手然后钉在枣树上，然后让你们来比看谁的刑法严厉。当这些人看到了法老快追上的时候，他们说印拿来穆德来库呢，我们一定是要被赶上的，要追上的。穆萨阿里斯拉特斯拉非常镇定地说，看了印拿麦也让比谁还定，不会的，绝不会，绝不会，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和我同在。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阿斯拉姆阿莱孔瓦拉哈马图拉希瓦巴拉卡图。阿斯拉姆阿莱孔瓦拉哈马图拉希瓦巴拉卡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经过了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阿红你好。印南马也让比塞耶海蒂尼，塞耶海蒂，我的主将引导我。我们的圣人桑拉斯马在黑拉伊的山洞同时也是这样，当艾布贝克人吓得他这个说道，如果他们这些追赶的人到哪一个人头往下一低就发现我们两个的脚了吗？这很简单的。然后主的使者的斯拉芬斯拉姆说，你怎么能认为咱们是两个呢？王拉胡萨里苏胡玛，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是第三者，也给你坚信沉着莱阿泰哈赞印纳拉海玛纳，不要忧伤，因为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和我们同在。这就是坚定的也给你所带给的重要的一种现实作用以及后世的作用，保护我们免遭安拉的刑罚。那李阿轰，那刚才您给我们讲解了你骂你也给你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古兰经或者是圣训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典故故事能给我们生动的来描述一下？我们刚才不学到了圣阿萨丹，我们圣人和艾布贝克的在山洞当中的经历，这是一个对于安拉托靠的最完整的完美的一个体现的一个故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古兰经当中叙述到了耶给的这样的故事非常多。我们想一想，一个母亲把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怎么忍心能放到河里面或者海里面，会不会？不会。那看到那种波涛汹涌的大海或者是河水，一个母亲绝不会放心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这里面。母亲可以让自己置于最大的这种危险之中，她也绝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去遭受一丁点的这种危难。对，那么我们想一想，在古兰经当中叙述最多的圣人是谁呢？穆萨。穆萨圣人，穆萨圣人，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在这么多的经文当中大量的叙述到了穆萨圣人，因为穆萨圣人是一个非常有经历不凡的经过程，从他的出生之日就开始遭受着考验恐惧。因为他的出生那一年的，我们知道法老要杀死班尼斯拉伊莱人啊，男孩出生的男孩，那么面对着法老的这样的一个残忍的要屠杀，穆萨的母亲生下了穆萨圣人，这个时候
他该怎么办呀？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给他的母亲启示道，当然这个启示就是同一般的人啊，我们知道阿尔哈伊呢有启示蜜蜂的，这是该打该打的安排。那么穆萨的母亲珍珠启示他，把孩子，如果你害怕，害怕是不是把孩子抓走以后要杀了，如果你害怕，那么你把他放在盒子当中，放到了海里面，把孩子放在一个木盒，木盒当中是不是推到海里 面啊？你说这个人看见这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呀，作为一个母亲，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怎么会忍心，怎么会对不对放心呢？放心。那么我们想一想，他抱着对伟大安拉苏布哈的活他俩的坚信，把孩子就按照安拉的命令放到了海水里面。那么安拉苏布哈的活他俩对他的承诺，我一定要把它还给你，一定要还，把它还给你。所以只要你按照安拉苏布哈的活他俩的命令，坚信安拉的命令，你绝对会得到安拉苏布哈的活他俩仍然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穆萨圣人的母亲的经历。嗯，同样我们也知道在古兰经当中叙述到努哈圣人，努哈他给他的高母宣传近千年，对，是不是最后寥寥无几，寥寥无几，他向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做了杜阿伊，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命令他造船，预备着洪水就要来临，这个时候需要船只。你想那个时候已经干旱，那些人，每当那些麦莱乌那些权贵们走在了努哈圣人的跟前，马上加以嘲笑，好好的使者怎么不宣教了，又开始当成了一个造船的木匠，是不是？同样的，哎，沙子上在沙漠当中还造了一个船，是不是？可思议的，到处冷嘲热讽。对，我们想，为什么我们就说安拉的考验之中，一定就是对我们的意志的磨练。对，你既然说你是坚信安拉的，你绝不能受到了一点委屈，你就放弃，或者是抛弃对安拉的承诺。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说到的，我老安在那哈的了古拉呢，阿拉杰巴里来了埃特胡哈西亚穆特孙迪亚米还写听呢，我听了开了埃姆萨鲁奈多里布哈里纳西拉了后面的范克路呢。假设把这部古兰经降在了山上，你一定会发现山要承担了古拉呢，山因为害怕真主而变成粉碎的。那么证明什么呢？承担古拉纳的问脉责任重大，而且你的心必须要坚强，比山都要，对，你要有这样的坚强的毅力魄力，你不能受不了别人的话，因为这是安拉的考验。历代的先知都是遭受这样的考验，努哈圣人面对着这样的冷嘲热讽讽刺挖苦啊，我们想一想，这心里面有多难受啊！但是他奉安拉赐给他命，我是那，你造船。那好了，努哈圣人就开始造船，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挑战或者攻击、讽刺也好，他都能去坚持安拉的命令。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众使者所遇到的一个规律吧。每当一位使者来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疯子，或者是麦吉努尼萨黑鲁奥麦吉努尼，或他们说这是一个疯子，或者是一个萨黑鲁埃泰瓦索比。真主说，难道你们代代嘱咐吗？面对宣传真理的人都给他安上这个名字吗？所以我们想到的这个经历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每当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看到了非法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人马不吃
夜草不肥，人没有卫财，是不是？卫财不富，看到别人有的人，他通过非法的途径，我们看到骗人呀，那钱一下子都来了，或者是他通过欺诈的手段，或者是他通过用卖毒品能挣钱这样的方法，去挣得了很多钱。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羡慕他。你一定要知道，坚定的相信，也给你相信，对此不要有任何的动摇。因为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说，纯洁的灵魂其实在我心里，我知道一个人吃不完他的给养不会冒题。每一个人一辈子吃多少饭，安拉给你定好的，给你定得好好的，哪里放着呢，安拉知道。我们也是一个苏莱伊曼的圣人，知道吧，有个空中什么飞毯。嗯，有一天苏莱伊曼的阿里斯拉托斯莱姆旁边有一个人和苏莱伊曼的正在交谈，这个时候呢，从外面进来一个人，见到了苏莱伊曼呢，立刻脸色一下子愣了一下，而且那个脸色不怎么样，非常难看，打了招呼就走了。旁边这个人问苏莱伊曼呢，圣人啊，刚才这男人是谁呀？嗯，苏莱伊曼呢说，你不最好不要知道啊，你告诉我是谁多好，谁是谁，这样软硬这不断的就这样纠缠。对，好奇心，好奇心。苏莱伊曼呢说，他是取命的天使，他是取命的天使啊，上了他刚看了我一眼，吓得我现在到心里都害怕。苏莱伊曼呢呀，坐上你的飞毯越远越好，你把我带走离开这个地方越远越好，跑到一个他找不着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地方，离这个地方非常遥远的地方。苏莱伊曼呢答应了他的要求，把他放在飞毯上，一直到了一非常遥远的地方，刚一下飞毯，麦勒库的莫迪在那等待着他，他把莫迪了。苏莱伊曼呢阿里斯拉托斯莱姆说呢，怎么回事啊？麦勒库的莫迪说呢，这是我最惊讶的一件事情，安拉苏布哈呢活他了，让我取这个人的性命。我一看这人怎么在你跟前呀，怎么在你身边这么遥远，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不发达呀，如果从这里到那里也最少也要需要几个月，安拉苏布哈呢活他了，要他的性命，嗯，这怎么能实现呢？结果你突然把他送来了，在这里取了他的命。所以古兰经里面提到的，哎，哇不得让白看哈他也提开了也给你。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安斯拉姆阿雷公我拉哈姆图拉希我巴拉卡托。